母亲节特别到了，将军区公所是标用了十二个字的无限母亲。将军区区长是代表来颁奖的边那个挥手，祝贺咱十二位无限母亲哦。另外，这区公所嘛准备非常好，这鸡卵糕，和咱弟兄的妈妈会当甲厝里的人做伙来分享这份幸福甲甜蜜，共同来欢庆母亲节。母亲妈妈拢非常伟大，为做细汉就辛苦从囡仔饲大汉。二一年一度母亲节嘛就要来到，将军区公所嘛特地办理模范母亲保养大会，活动现场是有足侪家己事实拢揣着花要送给家己亲爱妈妈。母亲的付出是无私的。从我们小时候到长大，他每时刻都在关心我们、照顾我们，还有付出他的一切，相当的辛苦。我要期盼各位子女能够来关心我们长辈的那个生活。这摆将军区是由各地来推荐。拢总十二位妈妈来得到模范母亲殊荣，而将军区区长嘛特别送冰叶甲花对模范母亲祝福，现场气氛是相当温馨热烈。今年我们将军区有十二个模范母亲，都相当的优秀，尤其是吴晨阿瓜，女士，她是平沙里推荐的，她也是最年长的，她平常在邻里和睦。相处难获呢，教子有成，所以代表我们将军区去参加事务的表扬，感谢各位的祝福。母亲妈妈背后拢有讲不完的故事，将军区公所嘛提醒大家，唔通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，爱友好家己的爸爸妈妈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在母亲节时阵对家己的妈妈来表达感谢。记者钟慧，将军区彩虹报道。